我的移动是闪耀国际 VBS 站，来再一次喽！哇哇哇！闪耀国际，谢谢。在推广啊，所有的这 VBS 的哈，所有的这胡萝卜，无论是生鲜的胡萝卜或是胡萝卜汁之外哈，他们也跟我们农民来契作，让我们农民呢能够安心的耕种，而且啊价格能够保证哈，而且非常的稳定哈。这是呢在一个农业大县当中，我们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企业。那同时呢，我们现在所栽种的胡萝卜呢啊，在全省是占三分之一的哈，所以呢我们在东势乡，光我 VBS 本身也占我们全县的三分之一。那同时呢，我想他们的品质是非常啊非常有品牌，而且是保证的哈。那云林县呢，在整个行销的推广当中，我们云林良品哈，不只是在全台湾有5000个行销店，那包括呢到国外，不只是日本哈，还有我们的新加坡呢，我们打开了市场哈。那 VDS 呢，在新加坡的 NTUC 所有的直种平价超市，通通全面铺货，那也获得很多国外的这些朋友的竖起大拇指来说赞哈。那甚至在星宇航空还有长荣航空，通通可以喝到我们 VBS 啊的这个品牌哈，这个胡萝卜汁的哈。那同时它也是我们云林县哈，现在目前不只有清真认证，还有个萝卜给认证哈。那云林良品哦，必属精品，它就是我们当中的一项非常好的一个产品。那今天呢，特别感谢哈啊，不只是 VBS 跟我们日本北海道哈，我上堂哈啊社长哈，连田社长也亲自来。那因为云林县现在的这个农民呢，高龄化、少子化，甚至呢哈，我们在整个缺工的同时呢啊，能够有更好的机械来帮助我们采收了哈。所以呢我们啊看到我们这个 Osaka 哈啊社长哈，能够啊去研发一台哈啊这样的一个采收机，让我们省时省力省工。我想这也是帮助我们农业在未来哈啊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，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哈啊，能够解决这个缺工的问题啊。我想 VDS 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啊 ESG 一个优良企业的一个标杆。它的沙子壤土跟独特的气候，就像有海风的部分，就会在这里种出来的胡萝卜就会比较鲜甜又很漂亮的部分，加上我们用的是日本德国农林水产省大赏的种子的部分，所以它种出来就可以外销啦，或是在超市上做上架这样子。我们这个活动办了几年了，那是人数一直在成长。对，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将第三年了，非今年的主题是农机，因为农机它对农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台湾刚刚县长有说过，就是缺工的问题，我们也很感谢的 Osada 他们，日本的 Osada 他们可以来帮助台湾做一些像我们胡萝卜的采收机之类的，让整个采收作业会更顺利。我们的胡萝卜是不是有很多种品种颜色的？对，我们都BDS 所种的都是通过获得农林水产省大赏的一个品种，就像我们有5个颜色，橘色、黄色、白色、红色跟紫色，这个都含有不同的样的一个营养成分这样子。我们今年的人数一定会破20000人。那胡萝卜完全没有受损，就这样好了，拉起来，对不对？它是直接拔起来。那拔起来，你看我们损失没有增加，反而是好，完全都是完整，而且非常省力，把这个叶子也直接弄掉了，没有，真的很棒。